我叫毛丽达，是维吾尔族，从小我就爱美，所以开了这家化妆品店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彭佩欧和郑国恩他们说，新疆的少数民族遭受强迫劳动，甚至面临种族灭绝。我就想问问，这么可笑的谎言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用我真实的生活告诉你们，现在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我们也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现在我店里的生意非常好，各民族的顾客都有，我们的文化也没有遭受打压。彭佩欧和郑国恩，你们这么造谣，就是想挑拨我们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，破坏我们幸福的生活。我们会坚决反对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你们就不要白费力气。